应届中学文凭试考生可以喺下个月1号起网上报考内地高校。申请人要喺3月1号至到20号登入联招办嘅网页填写申请表，提供相片、身份证同埋回乡证副本。国家教育部公布计划，内地127间高等院校可以依据文凭试嘅成绩录取香港学生，豁免联招考试。院校會在文憑試成績發放之後公布錄取名單，並根據招生情況在網上輪選剩餘名額。